我以为你进来了，我又不是误开了，我只能重开一次，我重进一次就行。Tomorrow soccer 5 p.m. 你这个名字改的真好。就是告诉你们有球踢啊，要来踢。你应该改啊，虎哥 no JJ。哎，好烦啊！虎哥也踢不了，你也踢不了，外哥肯定也不会来踢。哇，应该踢吧。因为这41届的人 Mark 可能就不愿意来了，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是。哦，他不想跟他们踢是吗？对对对，他不想跟外人踢，他怕 COVID 吧，我猜，我也不懂，我不懂 Mark， 一点不懂 Mark。没有吧？他之前也去踢过一次啊，我记得。真的、啊。我们在开去黄点了是吗？黄点见，黄点见。对。喂，你们来机场找我，我在飞机上。是吧？我们开始做任务了，小姐。我们开始做任务了吧？想，以为你要很久。你直接来机场找我，我在飞机上。我们转这个，我们转这个就来。你去那个设施看看能不能开任务呀？应该是设施。我可以开。那你开个 VIP， 然后去设施拉我们。你看我就说讨论一下。你先上完课先吧。你拿到那个东西了吗？现在拿。拿到了。行，那我走了。被警察追了，可以打电话吧？应该你可以吧？我不用打电话，我在天上没有人抓到我。不行哦，对啊，那天为什么可以？不知道，我觉得很假，我觉得挺假的那天。我在赌场等你。希望这次是好东西。这是隐秘进去是吗？没有吧。再选吧，等一下我们再说选手。我觉得可以玩那个少杰那个任务，那个任务可能你也没玩过。
我操，应该没玩过。对，末日一二三，我就玩过一，那个应该也挺有意思。这个就赚钱快一点，这个容易赚钱。哎，看到你在天上飞，我来接你了。能接我吗？不能，我是来护送你的，大概这个意思。你不能坐两个人的吗？不能，人就好。所以我要你买一台这个坐任务快。没钱啊？屁，你没钱！你他妈300万买了50万买了个骷髅马，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啊，防弹吗？这个在天上没有人打到你，直升飞机啊，直升机没你快，这个很快，比直升机快得多。这是来找你的，你让你去设施啊，小杰。我去设施干啥？现在是由我进了我设施。哦，你进了我社团啊？你别进我社团，你开一个。设施啊，不好意思，设施有末日任务，有点想送。地堡就有末日啊？不是地堡，设施。地堡是不是真不是？是设施。我有地堡，我知道地堡送了。我没有设施。反正我现在在找你们的路上。保佑保佑保佑啊，我们在赌场里面。需要是那个钻石或者金条啊？什么？你找到了已经？对啊。我操，这么牛，我还走进去了，像个弱智一样。又是现金啊，真蠢。现在出去就可以了，是吧？又是现金啊，难受啊！小姐，你开一个 VIP 吧。为啥？我们去设施啊。我们先不是做抢劫任务啊。行了。
这是多少钱？我看。哎，你那个就是呀，兄弟，你昨天在那个地方就是。等一下，我现在想要一个那个什么暴君。有啊，我当然有暴君啊，但我忘了把它放在哪里了。放在你的那个作战移动作战中心里面了。我靠！我都看到了昨天。哦，我靠！这题他妈该选啥？我得 95% confidence into the slow predator。选哪个？这次做选偷偷摸摸的，还是选伪装？选打进去的。啊，跟昨天一样是吧？对。但打进去没钱哦。1000万还好，啊，100多万我觉得可以。又选打进去，都这么凶吗？Jimmy 呢？你觉得呢 ，Jimmy？ 我觉得偷偷摸摸了。偷偷摸摸吧。哦，不能 repeat， 不要当 repeat， 不能重复，要隔一次做一个。哦。偷偷摸摸和兵不厌诈，那就偷偷摸摸了。还是偷偷摸摸。怎么了？这是拿什么车来呀？这是拿换了一辆车粉。任务点在哪里？哦，看到大脚羊羔街。开着车就过去了。哇操！我也撞上了。哈，我撞他了。哇！哎，我现在不在。啊？你不在我们社团里？那你没进来吗？爽不爽啊，阿斯卡？哦，你妈，老子又花一年要跑到车上去，真烦。我肖姐死了，我他自杀了。怎么有飞机啊，在这里？人家空中可以轰他们吗？你的？嗯，
没有，我是把自己弄死。我操！我死了！我操！在我车上打。我来接你，我来接你。不用接，不用接，不用。哎呀 ，sorry。哇，没事没事，问题不大。我注册成 CEO 了。行，我们做完这个任务你就拉我，很快了就。哇，这么帅的车，这是用的车，怎么又死了？因为你撞了我呀。我没撞你呀、啊，我在撞了我的车。啊，撞你的车里。撞你的车。我就被你撞。我操！那个任务是在哪里的？设施啊，就你昨天我们一直待在那个地方，就你跟 Timmy 待在那个门口。没有，那地方是地堡啊。那是设施，那是设施。VIP 工作你要玩什么、啊？设施啊，你进设施就可以开了呀，应该是这样的。进设施，去你的电脑那里，按道理是这样。因为我也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应该五分钟就做完了。那我先过去吧。哎，我死了。这个车也是双人的，不是四人。哎呦我操，我好像听了什么不该听的东西。这地图上是一个地球的标志。啊，那是我的设施。对，一个地球的标志。嗯，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啊，等 Timmy 做完这个任务就可以。前置任务。等一下，你先别开。等一下我。Covariance y b 一等于零 ，variance mu 零。我还以为你在说任务呢，你在说题。操，说七八任务。See you。我去帮一下 Tim。你聊装备。快点！我操！这有个很急的右转。为什么要撞我，把我挤到那个柱子上？就不能让你过我。
起飞，对吧？你不就碰不到我了？对啊。但我操作好像不太行，没有主播开。或者你可以拉我们，我们应该快做完了。我已经在做我的任务了，没有。好，自己偷偷开始了。对，行。那我们等你。啊，我现在啊，工作室无法招募啊。等我一下。对啊，是啊，等你做完了。那我去你地堡，你地堡昨天那个地方吗？还是另一个地堡？昨天那个。啊，昨天那个设施。OK。一块去啊，一块去啊。载我一下。载不了你啊，这东西。可以啊。你是个铁汉，我他妈是只能开这个粉色的招皮皮。我操！就我打个几把。等一下，我先退休一下。这人也太多了。我那个地方大概是在。在哪里啊？在山上面的，我记得在山中间的。应该这个。赵姐，我们在你设施入口等你啊。我要死了。没事，你有无限整体会。太多了吧。你在哪儿？我来帮你。你在哪儿？问题是。你看地图。小姐，这个吗？等一下，啊，这个是他吗？对啊，这个是他，这个是他。这么远，那去帮一下他。不用，不用吗？马加特林吗？就不用了吗？不用，我们就我拿加特林了，不好意思。哇，装死人了你！我没事。昨天去沙姐家的路上就在这里最牙的，我也是，然后就一直爬不出去了。他都不设防护栏的，这太蠢了，这设计。沙姐，我们到了。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一？应该是我不知道。开始就知道。我操！这里面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操！要把这四辆车全运走。没有四辆。可我已经有格罗索，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任务？因为你做过。感觉少姐没那么快，我们去找少姐吧。来，弟弟上车。你或者你开这个也可以。
我来了。鸟不拉屎的地方。鸟不拉屎。这他妈就一辆摩托车。怎么这？我操操操！别！完了，兄弟，你好像花10000块钱掉水里，好像是10000。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反正你付了嘛，没事。应该不是我付，应该是你付。不会吧？你开进去的还要我付？是啊，因为你没保管好自己的车，被别人开走掉水。完了，我不想走了，兄弟。你能叫得到车吗？把你那辆佩加西叫出来。上不去啊，哪里可以上去啊？我操，这个任务好麻烦，然后我要把这车运到设施。几辆车？4辆，一辆还是4辆？好像是4辆，我操！那你退了，跟我们一起坐吧。怎么退啊？这是就我的办法就是点加入好友游戏就可以退，就是你在那个 ESE 界面。我先试一下这边一下行。我要4辆车，你还是一起吧，不然你还很慢的一个人，你要运4次，想想。但我不知道现在是要4辆还要7辆。按道理一个人应该是1辆，不可能让你运4辆，我觉得。你知道吗？哎，这边可以上去了。我自杀了，我不想上去。自杀还要花500块。你在运的路上了是吧？对，我已经第一辆已经要到了。哎，完了，你掉水里了，大哥。完了，你说对了，我掉水里了。这边路特别容易掉水里，你是掉哪个水里了？哦，那个水里可以出来的，你往回走，前面不好出，走后面的左手边能出去。您破坏了抢劫任务的潜质。那我现在要怎么？啊？我到事务所管理。拉我了吗？进行此时活动时无法离开，有办法离开吗？没有。你那样啊？你点 yes， 你点，对，你点好友，你点加入好友。点不是不是在线加入好友。我在设施外面等你。不吃。妈的！踩我的车！我踩你人！我他妈踩你车！我操！你！你怎么不还手啊？我都不好意思打你了。哎，转两次 tap， 好看。两个 tap， 你看我的枪。我的也是你这样，你看我就在设施里面了，对啊，我们在你设施外面，你开任务就可以啊，你先拉我们再开任务。哎，我们这枪是一样的吗？不是，你们先退啊，朋友。我们退啊。对啊，等你要。我和你们在一个战局里吗？你不是加入好友吗？对吧？来，等一下。我操！我没加在你们战局里，等一下。那你重新加一次。我再加一次。点在线加入好友就可以，因为你应该只有我们在玩，不可能还有别的好友玩。哇！TV 真的忍啊，还不动手？我操，套棍子了！你怎么还有近战武器？他妈搞笑了！我操！谁？你两个在搞笑吗？有，你自己也扎死了，有必要吗 ？OK， 我加入了。
我也加入了。嗯，不对，这他妈是天机炮，那个抢劫任务的那个房间在哪里？我操！哦，在 H。等一下，我现在得先去一趟抢劫任务的房间。不着急。哦，来了。末日豪杰，这个任务没玩过。我第一个任务玩掉了。你玩了什么叫第一个任务你玩掉？医疗装备有了。好，已经做过一个。哦，知道了。德罗索我没买。我买了就不用做了，你们要做吗？你们不想做，我就直接买了。前置任务对吧？那你就完事儿了。买就完事儿是吧？你看看那个船，看看那个船，你看看那个那个船风了，你看。哇，德罗索对吧？那车为什么我没买？那个车那个船风了，那个船。嗯。德罗索是辆飞机吧？是偷飞机吧？是去？哇，不是，冲上去了要？哇，完了！心态崩了，一万块没了。我操，三百多万呢，朋友。我操，我一万块没了，我又把车开到水里了，我日了狗！我，好烦啊！赚个钱不容易。哦，德鲁索是能飞的这玩意儿。他在水里还用不了手机。但是我现在显示还是要做这个任务的。那就做呗。那我他妈花300万神经病啊。那你自己说的，买了不用做的。肯定是买了不用做，其他东西我没做过，我都是买的。我记得这任务是可以，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做很少钱，我觉得三四个。两三个来着，哇，一万块，太好了。哦，买好了。行，开始啊，开任务啊。然后怎么开呢？我这边任务都做完了，我要干啥？可能吧，做完就可以点开始了呀。哦。哦，然后要准备任务。怎么这么多警察？我不知道，我没犯罪。哎，可以啊。蒂米，接任务。困了，这应该拉。这边，我们先进来歌吧，我们自己放歌吧。好，你要听什么歌？随便。英语歌吗？随便。啊。亡命宿敌。两两一组。开飞机啊。两两一组。要开什么呢？我想一下。我看 B N 叉。打塔一个人一组哈。好吧。或者你搞辆两个人的车啊，别一个人啊。两个人的。OK。是准备啊，准备啊。你在搞衣服呢，不用想了，这么久了肯定是在挑衣服。要被你发现了。别搞了，听你话，来干了。你们要挑件骚的衣服。设施永远是这么酷，哎，可以买一个。
低保裤太多了。低保很穷啊，我操！有低保赚不了钱。我操！我们好像要开救护车了。这里。说完了。上课了。操！你搞了辆一个人的车。哎，怎么把那个豹加进来？我操，蝙蝠车！不是啊，我们教授不上，就只上一个岗位。哎，可以付4000块就不用开车了，付4000块。我在跟沙坦打，等一下，沙坦你说啥？怎么付4000块？我这边说付4000块就不用开过去了。那就付4000块不用开啊，你可以付4000块不用开过去，上车啊，上车啊，奥斯卡，团队生命数零，哎，我到了，我付了，我到了，看看我是不是我外面开了什么东西，有点。哎，你下车，让我来看，然后你再去看，赵杰。哦，有道理。哎，是不是你要把那个包加进来？我没办法加那个包进去。什么？没有啊，昨天就你加了。是吗？忘了吗？对啊，你就点 play 就行了，不需要加。哦。啊，你不能开下去。哎，没开东西啊。这个弯是网速吗？你说还是电脑？电脑，那是太热了呗，没重启呗。听一下电台不行吗？西韩经典。一米放歌呀，一米。我按了，没声音吗？等下再弄吧，先做任务。验尸，停尸法。哦，我这边好多人哦，我这个自己一个打吗？少杰那车有没有武器？有武器你倒不怕？好像没有。我那个车有武器啊，有飞弹。怎么打？那怕。而且那车防弹。怎么打？按哪个键？格吧，应该是。我按了，没打。左键还是右键？左键右键。我看，哦，有了。不该撞那个人的，我不撞那个人就没事了，对不起。傻逼！算了。Page up！ 配置啊！我操！不会，我等一下要我花了4000块没了吧？要重新开过去的吧？没事，今天钱全给你。哎，比亚少姐，我也要钱。别全给 Timmy 啊，我缺钱。你要钱干啥？我要钱想买个夜总会。夜总会有什么啥需要用？不知道呀，我从这里开始啊。我操，开过去啊！心态好。那就离开吧，我不敢开了，觉得又要坑。我操！为什么又回到这里了？我以为直接在那个停尸房里。我操！那困难的选的不太好，感觉。那我先看。开始了，你看。
看看，很快又出手了。那就稳一点，别开到水里就好。你要 swallow dick 吗？砸奶奶干啥？当女人。我操我操我操直接被打响不是这是我们的对我知道直接被打响了呀把它响这提名不知道不会哎关掉吗啊没有关掉现在所有车都会绕我们哇、哦、爽但这不会惊动 FBI 探员吗大哥你好好开车了这怎么把这玩意关了？知道呀，应该没事吧？应该不会惊动。啊、哦，意识开。我操！我爆胎了，朋友。你现在才发现？这他妈什么时候爆了？什么时候爆了？我也想问。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打爆了。
是这一层吗？啊，还得再上一层。这里，这里上，这里上，大姐。我看到人就会开枪了，这一副。有我们红点。啊，那是不是要把他们杀了？不被发现就好了。这怎么可能不会发现？哇，这个人我撞他四次还没死。打打打打打！我操，直接死了！哇，怎么了？要我操！你为什么死啊，朋友？太猛了，一枪我就死了呀，大哥！他先发现的我呀。要从头来，要不要？不，绝对不从头，这个应该不从头。从头来我就关了，我操！配血，配血。我太难了呀，这个。我刚好把所有人都杀了，我这边。我感觉是这么说。这里上面是要求要打吗？好像是。可以，不被发现，就上去用拳头干。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操！但是我没了蝙蝠车了，是吗？啊，你没有蝙蝠车。我操！妈！哇，怎么打没有蝙蝠车？应该是用拳头吧，所以偷了上去用拳头把他们打倒，就不会被发现。哇，你别在底下掏枪了，哎！哇，手机。小姐直接在一楼把枪掏出来，我把他妈想掏武器，怎么了？枪了，我操！又失败了。小姐在一，在那个一下，看一下，停尸院一楼套出了 RPG， 一枪倒是吗？不能被发现，我们不能掏枪，这早就说不能掏枪。他打你一枪就死了。主要是一堆人，室内就是困难的，而且。困难的太难了，很难过的，我觉得哈，每个什么关都是这样，困难的都很难。我就冷静，上去用拳头，一人干一个。啊，我觉得不是用拳头。我感觉我可以先不干，等你们过来我才干。我觉得应该不是用拳头干。因为那个抢银行那个，在抢赌场那个，就是偷偷摸摸就是可以拳头。等一下，那拿刀、啊，拳头就可以一拳就死了。掏枪用枪拖也可以。刀吧。没有刀。没有刀。好，回头。拿下来。有用吗，朋友？没用啊。死亡了吗？基本快死亡了。我现在出去，你架着。我架着呢，来吧。啊，我靠边。这边火力不足，恐惧症，你知道吗？不知道。可以了，再打好了，好像。再逃出去就行了。哦，我想起来了。啊。然后 Timmy 要过来接我们 ，Timmy 开直升机来接我们。Timmy 抢到直升机。快了。我在打、啊。没事，走吧，不用提名直升机，我们就能走了。也行，对，不需要也行。那最后都得上。没事没事，少姐有加特林，我躲到后面就好。
二姐的枪的烟。别挡我前面啊！我操！我他妈在你后面，我挡你前面，你扯什么鸡巴蛋呢？我操！你一身都杀，张姐你太不当人了吧！我操，这有啥问题？一颗卫星要塞哪里啊？没有人啊，那我们现在干嘛？在野蛮人处汇合，那我们就在那守着。我先踢波人，朋友，等地面来接了。来呀，我开了。接了吗？在哪了？在路上了。在路上了。啊，这里人都被我打完了。你就停这个停院门口就行了。对，这里应该没人了。我操！我操！炸弹来干啥？完了要退机了。那我们去找他吧，一样的。走，找他。哎我操，配件怎么这样死了？我不知道，有个狗皮和老子枪，我已经他没了。配件从哪开始呢？应该是从医院一楼开始。炸弹应该要重新飞下直升机。哇，重新去抢啊！我操，重新抢应该重新抢，应该是重新抢，应该不用重新抢，应该是从我们出了医院开始。不可能，没有，全部人再打，我要再打，我全部人再打一遍。对啊，他要再打，我们就得再打，没办法。下一个，这不出医院吗？那是出医院，nice， 可以。那可以，那你打，我就挂机了。就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复杂，简单点，一切从简。我靠，等一下。哎呦，哎，我怎么进不了掩体？炸弹是要重新打人还是打？对啊，重新杀人的呀。这样停到这门医院这门口，防止我们在半途死掉。
他这里人都被我们杀完了。还有人吗？卧槽，孤独寂寞。还没上飞机，不着急。嗯，杀完了，我过来了。正门口啊，你们停在正正好停在院子里。但我们应该都不一定都一定就不会死了。停得了吗？有点难度，我才试。我操，卡住了！我操，卡住了！真的吗？试一试能不能把它抬起来？好，我操！这！你随便停吧，随便停吧，这种我随便看那个飞机大，那应该死不掉，应该死不掉，刚刚运气不好。对，随便停就行。杀不来，我操！我卡着。上吧，你随便停，停马路，随便停马路上。他就不上了。等一下，我在还在清人。哎，我也有架飞机。这还是还行，感觉挺酷，走吧。哎，这样能坐三个人，我们哎，我们待会可以坐他。别吧，小姐，打不过，昨天不是都打不过吗？我靠，直接怎么打不过、啊？昨天不是被人当鼓槌？打他们呢？奥斯卡打他们呢？奥斯卡，奥斯卡，你可以打他们呢？我不可以，是我是应该是那个谁？是你啊，不是我。啥？你的副驾驶正在操控神机的火箭发射器。我。对。不是，我们等等可以拿这个玩意去打那个赌场的那个任务。
打他，打他。我看不到他。哇，他在我们顶上。我看不到，你得飞得比他高。你得比他高，我真惨。哦，我看到他了。耶，又不见了。哎，算了，不打，不打。做任务，做任务。屁股后面应该也看不到，没有。屁股后面我打不了，但是没事，做任务做任务。不行，转不到屁股后面。被追踪了吗？没有吧，没有人会追踪我们啊，这是任务里面的，没有玩家能打我们。哎，不是，拿这架飞机打那个赌场任务多爽啊！我操，你说哪个呀？你说那个？削弱安保力量那个，这里 lose the cops。 刚才不是好了吗？啊，那我帮他报名，给他写什么名字？写小胖吗？对 ，XP。好，写叉 P 吧。我觉得以后开直升机的项目都需要我来。停，我觉得特别难。我也不太行。以后开飞机的项目都我来整，可以。哎，我操！怎么又是鹰派？可惜，太三万了。铂金。我一个人杀好多人吗？我这边都没人杀。有人杀呀，挺多人的，我都一个没杀过。不太够。怕死了，又挨骂，我操！真的要去趟武器店，要去趟枪店，我要买点那个防弹衣。我操，防弹衣没了。这前置任务应该不多吧？就两个，两三个，两三个。多一个。没有飞机。看看飞机，别抢。这是我的飞机，狗抢的吧，挺快，上，这就上，这应该可以。老板是要坐后面的，飞机好，我坐在这里，回地堡。对，哎，我是可以喝香槟的，我在后面。这么爽。对啊。哇操，喝香槟的哦。哇，真爽！还是要连完出来我直接击破，我操，不用赶了，机快啊！感觉我也要买台直升机。直升机很便宜啊，你买。买不起，我有80万买直升机，就那个。
喝了两杯了，再来第三杯。那你要是跳伞呢，还是我停？你说为什么不我开呢？停啊！我操！我停得好，停得好，我很厉害，我一定。算了，我选择跳了。我操！有点醉了，我已经喝了四杯。我在干嘛？我们在这等你啊，大姐，你去看任务去了。喝醉了我，你看我喝醉了。真的。啊！哎，怎么我也下去了？可能被下去硬拉下去了，被我硬拉下来了。有钱，我操！哎，我不醉了，上来就不醉了。哎，上来就好了。哇，好多装甲车哦，我操！飞行包挺好用的，没见过，从来。我觉得飞行包贼好用，比其他东西都好用。操，我不是一小弟，还看不了你。为啥？那看不了你的主。我怎么车会飞天的？可以坐三个人的。这车有那个，这车有枪吗？没枪。啊，这个单车可以啊。干嘛呀？等一下你们就追到这里。等一下。
你还在那个单车上面吗？怎么？他不是上车吗？又不上了。这被车拖了他妈50米。好像要一人一辆。好的。为什么感觉我这个任务我有做过这个任务？啊，这个应该做过吧？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做过。这个一我也做过，我没做过二三。哦，这个车是可以飞的那个车是吧？这车怎么飞啊？关键我忘了。要开那个，要把那个翅膀开出来是吗？对，怎么开啊？不是把那个轮子横过来，我记得是。是吧？怎么开啊？我也不记得。是不是这个车？是这个吧？我做任务去吧。分配一下，分配一下。怎么说？我去 B 吧。德罗索怎么起飞啊？我去试一把。我去逼，等下再说吧。可能不是这个车，这是有枪。这个车，这是 F。哎呦，完了 ，F 是不要 F， 不要 F。我操，咋起飞啊？等一下，我查一下，查。你看他属于。我操！我把车炸爆了，不能炸爆。配架，查到没有？是这个车。查到了，是这个车。按什么？按 X 键起飞。OK。我去逼啊，不能飞啊，能飞
能飞，一定能飞。你变了之后按 shift 就向上吧，或者按 Ctrl 向上。变不了啊。能变吗？现在这个车了，现在不能变吧？现在不是这个车，那我去哪？我去 A 啊。我去 B。我操，这 A。你去 B？ 啊。对啊。哎，我到 C 了，我先把 C 拿掉了。这是什么？是跟着他开，然后就可以拖。跟着他，跟着他，跟他就行。不能打，对吧？不能打，好像。我的啊操！我他妈死了！但不打的话我会死啊！你就打后面那个人不就行了吗？更好距离，更好距离。可以把车打爆。那我是一颗飞弹。你可以换的啊，换机枪嘛。配件，要机枪。这个人不能他用飞弹，飞弹太暴力了。吃了一次亏之后就知道变小了。每次游戏结束就是变小。哇，别选困难的少姐，你还别选困难，困难太浪费时间。我不需要这么有挑战性。我他妈怎么又死了？啊！我操！别演啊！这游戏他妈有点难啊！我突然觉得。你别选困难的呀，没那么难。配角服，巴德门。为什么我们的德鲁索都飞不起来？没有，捉完就能飞了，他现在不能飞，我记得。哦，等一下，他要追一个飞机的，我记得。对，有追飞机的。我操，要没钱了，只花剩4000多万，我要好好赚钱了。要好好赚钱了。炸弹好像掉了，没有吧？他是进的比较慢。那个少姐，我感觉你每次打的子弹都没那个任务赚的钱多。你拿了一个加特林。哦，好像是这样。我每次子弹好像要买个4-5万吧，好像。对。
性价比很低。我操！我要死了！别呀、啊、别呀、啊！我要死了！我操！你别跟太紧，然后你走走位，打不到你的。对，走在他旁边就可以了。你别跟太紧，走走位。啊！我又要死了！怎么办？啊！我死了！我做完了呀！我做完了呀！我也做。你们别跟太紧。远一点，然后我右左右左位。没有没有，你把他逼停之后，看到他侧面就好了。给他逼停了就行了。啊，心态好。没事，这也没你昨天要开飞机去开车去拿那飞机本。这个还好。问题不大。我知道，我直接冲上去把他逼平了，然后看到他侧面就没问题了。我冲过去一直待在他后面，我又不想后入，我又不是虎哥，一直想后入边。我被一枪爆头了。退下。要不要两个人坐一个车？算两个人坐一个车好像有点慢，算了，再试一次吧。一直死更慢了。再试一次吧，最后一次，不行就两个人一辆。另外一个就可以打那个车上的人。小姐你挂机吧，小姐。小姐你挂机吧。再来一次。一定可以的。哦，我终于把那个人杀掉了，我操！
来为什么我发不了稿？我也搞定一个了。你去 A 吧，去 A 吧，这个人去 A 吧，我先搞定。我去 A 了。你们谁进的去 A？ 我少杰。有时间限制了的。有18分钟，怕什么？爽不爽？哇，你的那个哇，在空中爆！我操，不行，我要死了！哦，是个揍他就揍他！你滚，你滚，你刹车，你别跟了。他刹车，他刹车就死了。如果他按刹车跳车，啊，可以，可以炸他了。我换不了导弹，太火。啊，好了。然后之后干嘛？不知道。去机场吧，好像。我操，还有哇，他妈能不用这车吗？哇，这么远呢，我的发。那少爵你 AP， 我们 CP， OK。 不是，这太远了吧。这个好像要飞的是吗？感觉在空中。这个我感觉是要飞耶。就是要到水上吗？是要飞啊？按什么键啊？他等一下会叫你的。那得你去 AB 啊，我们 CD 啊。我去了 AB 啊。能飞了。按血粉能飞，朋友。我别死啊！飞起来了，这是。我不会飞。这是怎么升空的，朋友？按道理是按血粉。不然 control， 可能最后才能。好像不能起飞，现在就是。对，应该是这样。我操，完了，我又要死了。我为什么切换不了？我搞定一个了，我也搞定一个，我现在去搞 B 了。
搞定了。能起飞吗？还是不能？起飞不了，朋友。你们有人能起飞的吗？没有。不能。怎么进机场啊？我这里没看到门。有，从侧面有个小地方能进去。那我导航，我绕了一圈了都没进去。到了吗？我还在路上，我绕了机场一圈都没找到路口。啊，在侧面，侧面有个地方能进去。对啊，我要再找。快点，我上厕所。还有一个谁啊？我在机场里呢，我怎么走？跟他黄点导航走会不会？不懂。现在能飞了。我觉得这个当时做了好多次，要有人负责飞机，有人负责。谁在获取数据啊？我呀。哦，那我们剩下人打飞机是吧？对吧？哦，后面来飞机了。那你们谁去打飞机？我去打飞机。我打。我这打。
那现在谁在黑啊？有人吗？我52了。渣男黑，我去打飞机。打完了。65了。75。90了。我操我操我操！我停了。打他！因为你没开炮，你把我轰死，他妈的！重新开始。我为什么非要一层层转呢？为什么？谁还没到目的地啊？有个憨猫转圈圈。扎坦，快点，我要开火。怎么被卡住了？他妈个傻逼 ！X 呀，按 X 呀！我操！我操 ！Page up，Page up！ 我操！谁打爆我的车了啊？那我没打，我也没打。怎么会爆了我的车？突然的？应该卡到 bug 里了。我操！都到了！你干嘛？在干啥呀，皮皮？都到了，已经到了！我操！有病吧这游戏？你有病啊你！我操！我马上得。没有，重新抢飞机啊！我操！我直接去那等你们，我不想傻逼了。我
太傻逼了。真的要重新抢飞机吗？我操，认真的吗？不用吧，送回去就可以了吧？真的要抢飞机啊？哇操！
关键我有直升机啊。我那天掉水里掉了我们好几万了嘛，掉一几万。你还在吗，弟弟？在。OK OK， 这里开了你。啊！你这直升机飞出来的呀！我操！我只不过想快点下飞机而已。我捡了你五百。哎？为什么进不了老子的低保？比刚刚还亮灯呢！哎，有了有了。哎，为什么我看不到？我进来了。哦，没事，我也看到了。我们要不要去打那个抢救啊？就所有抢救的话，一批人都在抢救。什么抢救？所有抢救的话都是一批人。那个很少接触。对了，就要从太平洋一直打到所有去。什么？结束了吗？都等你啊，啊都差你啊。OK， 接。难不难？终于低头了，终于向现实。就我的呀，我记得上次跟肖姐就做这个是吧？做了很久。这个军事基地，幸好算得选。
我操，什么叫技术？先站到保安亭里面那个人吗？下着。到了。右边那个开。谁打这个保安？然后干右边那个，然后左边两个，左边两个，哎，左边两个，同时，三，二，一。外面外侧两个干，哎，外侧两个一起干，外侧两个准备来了，三二一，我操，谁呀？看的是这边进的不是吗？然后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我操！不是我啊！
打我，我他妈还没到。我操，我一个人没有办法黑啊。我是干嘛？干嘛？跟风干风去点，什么意思啊？我黑了一个了，发上去吧，今天黑。我也黑了一个了。我操！你还帮我跑，我他妈是不是同事？我妈的！我操！死了！不会吧？但是有好像有一条命吧？我操！我操！我操！没事，不会发现就好。刚为什么不会发现？我看是替别人打那个人，就没发现。不能打的吗？那个人？知道哎。陪下，陪下，陪下，陪下。慢慢清一清，咱们别急。我们副歌地面还挺烂的。好吧，那我慢慢来吧。那我学 A 和 B。嗨，我好了一个。
发现啊。我一个好了，你们都好了吗？我好两个了。那应该都好了呀。不行了，弄一个。快走了，走了。我要切了，我可以切的吗？我操，我也快死了，朋友们。